我是粤主粤好，大家好。嗱，啱啱又见到我去买花胶啦。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我呢一个流失胶质最少嘅浸发方法啦。唔好讲咁多啦，我今日咧就浸四条花胶啦。第一个步骤就系将呢啲花胶桶啊，用一支新嘅牙刷将佢内内外外擦干净佢啦。点解要咁嘅咧？因为趁住佢呢个花胶桶咧系硬身嘅时候咧，就要擦干净佢表面嘅污渍。如果你浸软咗之后先咁样擦咧，唔多唔少啊，佢个胶质啊都会流失噶吓，你要清楚啊吓。嗱，咁样慢慢擦就得啦。好啦，嗱，擦干净咗之后咧就好简单啦，嗱，咁就揾一啲清水就浸住佢就得啦。揾个大啲嘅盘，咁样浸佢六至八个钟头，最好就摆落雪柜啦。当然要视乎呢个花胶桶嘅大细，如果你个花胶手臂咁大嘅，咁就要浸耐好多噶啦。好啦，嗱，八个钟头之后就再同大家讲啊。而家摆落雪柜浸先。嗱，呢四支花胶咧就已经喺雪柜浸咗八个钟头啦。喺呢个时候咧，就可以攞啲花胶去发噶啦。嗱，其实咧喺网上度咧，好多朋友都会先用大火煲佢一两分钟，然后咧就再焗软佢咁样嘅。甚至乎啊，有啲朋友就将佢煮五分钟、十分钟。嗱，其实咧话俾大家听啦，咁多年来咧，我都有试过咁样嘅方法嘅。不过咧，嗰啲胶质咧就已经流失咗好多啦。今次咧，我用蒸嘅方法蒸软佢。咁样就唔会流失啲胶质㗎啦。而且呢，我仲会喺花胶桶度呢加入一啲葱呀姜呀。咁做乜嘢呢个目的？咁加入去先。咁剔除花胶桶里面嘅腥味呀。好啦，咁每一支呢我都会藏啲葱呀姜呀落去嘅。首先我会用姜啊、葱啊、酒啊去辟除花胶嘅腥味。而家煲滚煲水先，等到啲水滚，我哋就要蒸佢大约十至十五分钟啦。嗱，时间嘅长短就要视乎花胶桶嘅厚薄啦。嗱，眨下眼就已经将佢蒸咗十五分钟啦。而家咧就将呢啲花胶桶摆落干净嘅清水里面，放入雪柜里面浸个嘢就得啦。嗱，浸咗一晚嘅花胶咧，比起未浸嘅咧，哇，大咗成倍咁滞啊！而家咧就将啲姜葱攞翻佢出嚟啦，马上就闻到一阵嘅香味啊！哇，系花胶嘅香味啊！其实浸发花胶咁容易，蒸软放入雪柜浸佢一晚，第二日就可以已经煮得啦，仲使乜预先浸发定佢呢？浸发花胶嘅小贴士，喺浸发嘅过程中咧，花胶咧就千祈唔好接触到热水，因为一接触到热水咧，花胶唔多唔少嘅胶质咧都会流失噶。只要喺花胶桶嘅里面塞入姜葱。一齐蒸佢，一齐浸水放入雪柜，花胶嘅腥味就自然冇晒噶啦。基本上用一日嘅时间就可以发好花胶噶啦，非常方便。所以咧，我就唔建议大家储存得佢太耐啊，尤其是喺放喺冰格啊，因为放喺冰格佢会回吸翻雪柜嘅雪味，同埋会流失咗部分嘅胶质噶。如果大家都觉得好睇，请多啲帮我分享俾其他朋友睇啦，多谢大家订阅，越煮越好，唔好羡慕任何人嘅生活。其实边一家嘅锅底都系有灰嘅，人哋唔系无限风光，只不过一地鸡毛，冇俾你见到嘅啫。人生冇话幸唔幸福嘅，只有知唔知足嘅啫。正所谓。知足常乐多行善，冇病冇灾就系福。大家最近对于素食都开始有兴趣啦，
其实我有几个素食的播放清单，大家不妨看看，这个素食的播放清单呢是很多素菜的，如果有时间呢就可以逐一看看，只要打越煮越好素食系列播放清单就可以入到来这个播放清单的了。至于这个素汤系列的播放清单呢，是很多素汤的，是不用落肉的，那你都知道啦，现在时兴来计呢都很兴煲素汤的，如果大家想煲素汤的，记得入来我这个越煮越好素汤系列播放清单看下啦。这个煲嘢饮凉茶系列的播放清单呢，是全部都基本上是素来的啦，那大家想煲嘢饮的呢，就记得入来这个煲嘢饮凉茶系列的播放清单，可以调理一下身体的。嗱，呢一个冻饮系列呢就梗係素啦，唔通加嚿肉浸住嚟飲咩？嗱，其实夏天呢好多时都飲冻飲嘅，其实冬天我都好多时飲㗎。如果想飲冻飲嘅呢，记得入嚟呢个冻飲系列播放清单度睇下啦，包有一款啱你㗎。大家订阅咗我越煮越好未呀？其实好简单，只要在画面呢度有个订阅制，订阅一按入去就已经订阅咗我㗎啦。记得按埋呢个钟仔，一按记得按埋呢个钟仔嘅全部，咁以后有新片呢就立即通知大家㗎啦，係完全免费㗎。如果觉得啲影片好睇，记得喺个手指公嗰度按一下，咁就赞咗我㗎啦。多谢大家支持我啊，多谢晒。好简单呢、这个。哇喂，条条都肥嘟嘟嘅，你睇下食落口，你知咩效果啦？你食都知啦。嗱，今日咧我就而家就团年饭啦，跟住鸡啊、鱼啊啲，全部都有齐啦。喂，翻嚟就饮碗汤先啦。喂，中意食几多花胶就自己夹落个汤度啦。喂，依个顶级啦。